好，我们别带着卖关子了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一看雪村道鱼和鱼情哈，到底体验了什么职业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沈阳的浑南区，就在这里。一会儿我们将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挑战体验。当然，我们这边是准备好了，来看看我们所有的机位，这里，在这里 ，Hello， 在那里，你好 ，Hello， 还有这边，哇。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，不知道我们的明星嘉宾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首先欢迎一下来到我们新秀林做客的两位嘉宾，你们好，雪村和他美丽的妻子于晴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小飞好，小飞好。啊，那今天我们的拍摄任务是跟这些有关系的，所以二位来猜一下，尽可能的想象一下，这感觉像要烤羊串啊，烤羊串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客？他，你看他给我带了一围裙。他这意思是让我烤给你俩。我们家可都是我做饭，我们家可都是我做饭啊。真的？那今天的结果其实是让你们俩来烤，我来吃。哦耶！那我们俩烤。我猜到了，这有点过分了吧？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来给你们俩讲解一下，到底我们这个串该怎么烤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卢老板，有请。来，一人一盘啊。哎，现在别争别抢啊！哎，等一下，太多了，我吃不了。这一人一盘概念是。是什么情况？谁拿多少？来，我们的小卢到这里给我们二位明星讲解一下。这个是咱家秘制的羊肉串，3.5块一块，就按这个价卖。啊，你们一人一盘呢，就是50串。一人175，175。那这玩意儿卖不光怎么办呢？那生的我都吃了。你肯定输了。如果要是卖不光的话，大不了我自己打包了，吃不了兜着走，是不是？不是他没钱呀，他兜里没钱呀。啊，你们家饭卖就卖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好，谢谢我们老板，谢谢，你就请等着收钱吧啊。行。你们两个如果有路人认出来，说哎，你们是个大明星，我们不得否认。我不能说我们在录节目。这我是有经验的，都这么说。都这么说，你是那谁，都这么说啊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不能承认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还以为他是来帮助老公的，结果是他拿了一块炭过去。你这个你就放这儿，你就公用就完了，好吧？来，好，二位的竞争意识真的太强了，我还没有喊开始，现在都已经烤上来了。这已经开烤了。好，二位手忙脚乱，我觉得我在这里面真的特别多余。不管怎么样，接下来看他们的表现，我走了。走了，快走吧。这哪都是闲言，老公。好。